好，欢迎收看音响世界，我是黄慧玲。2007年拿下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的卑南族歌手浩恩，暌违8年推出新专辑。他和曾经获得6座格莱美奖肯定的当代音乐大师 Daniel Ho 合作，也邀请台湾族的画家画下他歌词中提到的家乡景物、祭典还有家人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两位歌手边弹创作边唱歌，画家在旁边画下音乐中的画面。浩恩说，这样的合作非常愉快，带大家去看他们的音乐画展。这个旋律，进到我的想象的时候，第一个我就想到一个神话故事，一只鸟，想念他的妈妈，他的哥哥，就是因为摩西说被蚂蚁，所以他想念他的妈妈在那边叫的。他对这首歌的认知，然后重新再去诠释一番，对我来讲有一点，你说震撼有点太多，但是我发现他把这首歌的深度、广度再变得更丰厚一点。这次有13个作品，结合浩恩跟 Daniel 他们的音乐创作，来创作这个视觉艺术。然后我从这些旋律的这个世界里去摸索怎么样构图，怎么样去创造它的这个图案。我说不上来，虽然那时候可能是为了要拍摄一些工作纪录片，可是有那么短短的十几分钟，我们就忘记了。我跟 Daniel 就玩起来，就开始弹乌克丽丽、弹吉他、唱歌。然后一旦也就放轻松，就好像我们也不会干扰他的工作，他整个在雕刻那个流畅度，然后那声音呢刻在板上，沙沙沙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合作。By myself, I only know what I know, what I've experienced in life, the music that I've heard, the emotions that I've felt. When I work with an artist like Hao En, he's introducing me to his culture, food, melodies, and musical sense, and that.Inspires me and opens my horizons. 他们两个都是比我年长一些的哥哥们，就我真的从他们身上看到，就是一个很谦和退让，而且很愿意帮助这个不成熟的人。对我来说很多感动，跟他们一起合作。